这场台湾虾产业嘉年华在花博农民市集举行，由行政院农委会渔业署指导，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海洋中心主办，台北市政府及台北市农会协办，并邀请草虾之父中央研究院廖一九院士带领民众回顾台湾养虾的辉煌历史。现场也特别安排饭店行政主厨与副主厨示范一道酸辣鲜虾料理。第一排的贵宾们都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我们这个香味，台湾虾的这个新鲜的美味味道已经飘散出来了。那现在我们是要把它煎到全熟吗？还是煎到两面已经有一点点红红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特调汁放下去。今天我们是用酸辣虾，酸辣虾我是用水果的甜味下去提味，然后加点辣椒、蒜头这样子。刚才我们看到两位我们的主厨、副主厨走出来这里料理，他是坐你头前，闻到迄八道的饭，差不多就是汤的。啊，这我咧讲讲，食过子爱拜树头。那今仔日台湾，咱过去大家有虾啊通食，尤其是草虾，啊，在座就是。咱的廖院士较早单杠，咱来讲的单杠最棘手，大家都想。我相信在未来，整个的养殖环境的变化跟调整，我相信对我将来不管在市场或家庭，都可以买到或尝到很好、好品质的虾类。我真的相信。台湾的虾，大家不要妄自菲薄。在1968到1987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台湾的养虾、草虾产量啊，达到全世界产量的1/4到1/5。你看，现在想起来这个事。真的，大家一点点的台湾这么小的地方能够生产这么多，为什么能够大家努力的结果？现在呢，就是因为病啊，大家都有一点那个。不过啊，我们还好，在座的罗老师、罗院长他们的一群团队啊，努力之下，能够把这个问题克服。我相信台湾的虾，明天。比今天好，这是我能够相信，我确信能够这样。不过我在这里再呼吁一下，不要像过去一样要生产10万吨，不要，台湾的资源不必为了这个争取外汇，外汇让台积电来那个，我们台湾需要的3万到5万吨。我们自己要的东西能够生产出来，这样的话，我想台湾有福了。我相信今天你看象征这么好的日子，哦，我相信台湾的真多有希望，台湾的勇气事业嘛是有真多。现场所有的长官、所有的伙伴们，大家准备好喽！619台湾虾。再起飞！掌声鼓励鼓励！我们一同庆祝619台湾虾产业嘉年华，期待展望未来，共同推动支持在地生产低碳足迹的台湾虾。其实台湾有生产很多种虾类，最主要就是白虾是最大的量。那其次是大家很喜欢的泰国虾，那也有少量的白的草虾。那草虾其实曾经是台湾最重要的养殖的虾种，但后来因为一些疾病关系，现在养的比较少一点。可是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渔民，也包含很多的这个学界都很努力，能够希望能够这个像廖院士当年把台湾的养殖业带起来一样，让我们能够重新的这个把虾子养好。
那像今天举办这个活动，其实就是整合了很多产官学的专家，大家一起来努力，然后也跟大家报告说，其实台湾虾现在还是非常的棒，啊，大家都很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消费台湾的养殖虾。消费者的这个使用上呢，已经从过去五十年增加到过去五十年大约是每人每年10公斤，那现在是大概是20几公斤左右。那为什么这个虾的产品要维持到一定的程度呢？最主要是控制它的这个营养跟它的价值。漫无目的的增产呢，除了会影响环境的生态之外呢，那对我们这个整体的经济发展或是社会的这个促进呢，并不一定有达到一定的注意。那刚刚廖院士所提到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永续发展，从生态面向，从生产面向，以及我们民众的社会促进的生活面向的角度去切入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维持在一定的产量，可以维持它的经济价值，还有它的营养，是这个水产品永续发展里面最重要的这个目标。我们也感谢这一次主办单位海洋大学跟我们农委会跟我们各界共同就是看中了我们花博农民市集农学讲台跟我们农民市集的这个场地。那在刚刚陈如副主委所提示的，那在学界的部分来讲，实际上在廖院士以及各个就是大家的一个研究先进的努力之下，所以相对来讲，我们台湾我们国民才能够吃到这么美味而且这么营养的热水草虾跟白虾、泰国虾这些虾种。那当然，相对也在农委会的政策的一个全力的扶持之下，那相对来讲，对整个的产业部分来讲，相对更为健全。那台北市政府这边，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怎么样将消费地的市集环境把它建构好，那同时间让所有的消费者相信，我们所有进入到市集的农渔产品都是符合三张EQ，符合药检，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台湾虾产业嘉年华也邀请来自台湾各地的渔民展售在地生产的三张EQ优质白虾、泰国虾与草虾产品，各家养殖渔民也都分享各自多年的养殖心得与经营管理方式。来到台湾虾产业嘉年华这里来参加海洋大学主办的这个活动，那现场我们除了有冷冻的虾子和相关食品，那还有提供给民众原味的水煮的白虾和麻辣口味的风味虾。台东养殖特色就是能够取得纯净的太平洋的海水那因为我们都是独立的管线，所以我们在养殖过程中它那换水方便可以提高水质的稳定度饲养出非常好的白虾。因为有纯净的海水可以做换水的动作，所以我们在饲养过程中比西部业者更容易养出大规格的虾子。像市面上这种16尾斤或20尾斤的虾子大概就只有台东能够稳定的产出来跟进口虾是类似，但是我们的品质比进口虾还要好一些。我们是来自屏东里港的泰国虾，那屏东里港呢是我们泰国虾我们全台湾养殖最大面积的地方。那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泰国虾很多人都大部分民众都觉得它是吃活虾，那我们这次我们是跑的是那个急速冷冻，就是进加工厂急速冷冻，专业的冷冻技术，让大家人人就是你平常在家里，你家冰箱里面随时随地都可以有泰国虾可以使用。它解冻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直接从冷冻库拿出来，然后把它剪开，然后在水龙头直接等下冲成一只一只的，然后就可以直接照我们正常的方式下去烹煮了。它吃起来的口感呢，就跟我们活虾一样。正常的话都是我们就是胡椒虾，要不然就是可以葱爆，要不然我们也可以做成水煮的，也很好吃。其实我们台湾虾的养殖技术都非常好，都下一个都可以试试看我们使用我们的台湾虾。嘉义的邱金达，是，我们家真的很用心在养虾子，我现在有40公顷70个池子在养。40公顷。对，因为我们自产自销。所以有大的通路、小的通路都非常需要，虾子都供不应求，所以
下次收到冬天，然后卖到大概二三月就没了，所以我们现在就今年大概五月底就开始在收了，到现在也收了一万多斤了。最多的问题是什么？虾还是病？我们一分地才放三万尾，所以我们密度放得很低，所以我们没有，然后我们让它吃蛮多的发酵的料，对啊，让它有很多的天然饵料可以吃，对对对，那这样就能够冲到存活率大概1.5%左右，对对对，在主持。他女儿也在海淡，是是是是是，今年毕业，念什么系？水产养殖。哦，对对对对对，来一起拍个照吧。是是是是是是是。我们强调的是一个生态级的养殖方式，就是共生混养。在一个区内里底，咱面对的饲的鱼啊、虾啊，拢是生命。一个，你将鱼啊、虾啊在区内里底，你密度到底是偌济较适当？你密度伤高，伊伤挤就会紧迫，无爽快。啊，所以你应该给伊到伊一个舒服的一种量。而且这个舒服的量是，咱要抓鱼的时阵，鱼水的比例要多少？迄个时阵，迄是真真正正伊应该有诶密度。你密度若有到迄个中低密度以下，伊鱼仔伫下骹，健康快乐，食了好，咱饲养诶管理好。我饲诶过程，着我完全毋用药啊，对啊。啊，即对鱼仔、虾仔，对咱食诶人，拢是足好诶代志啊。所以咱要安照顾即窟内底鱼仔、虾仔，即个部分是足重要诶，就是密度诶部分。咱为着要增加一点仔密度，互伊紧迫。啊，伊都无爽快啊！啊，伊甲咱人同款无爽快，敢会好食？无可能嘛，嘿啊！阮家虾啊，伊种小火烧熟，都足好食，而且唔免放任何物件，你先食原味。我常常讲，阮的虾啊，虾壳掰起来，放咧嘴里，你咧豆豆剥的过程中，你会听到交响乐，是安怎？因为有弹性，弹性有重要无？足重要，虾啊，着健康，较有弹性，味鲜甜甘有弹。食水产就是爱食伊个开口、伊个鲜度、伊个弹性，即拢足重要。啊，咱会当食着遮个物件，即就是咱台湾真真正正水土环境饲出来个鱼啊、虾啊。咱饲鱼爱先饲水，饲水爱先饲土甲饲环境，所以水内底个微生物、浮游生物遮个水体个变动足重要个。所以饲鱼饲水就是爱先予水体好，啊，水体好你着爱本身爱有够迄个水体，爱欠了有够。哦，到咱银行内底，咱若有一点仔钱欠在遐，咱就袂惊遐。啊，水有够，正水兼水拢有。哦，安尼水体若咧出一点仔变动的时候，咱引好的水过去，伊就水过去啊。啊，对饲养环境来讲，这足重要的。对咱真个体系，拢咧教咱讲，要安怎创造一个适当的量出来。啊，但是这个部分，阮真正是头头帮。哦，对于种较无二十几当前开始供应主妇联盟这种市场，因为阮家己 B2C 供应市场，我爱负责任嘛，所以我着开始做全程无毒的养殖方式，完全拢无用。啊，完全拢无用，迄种鱼虾总是会生病啊，啊，生病要安怎？所以咱啊，予伊一个真好的空间，密度爱降低，啊，水土环境拢啊照顾好，迄个基础好。啊，密度低，予伊食了好，伊内底有两三成天然饵料，啊，甲你好个人工饲料夹落，安尼伊食了好，就无啥物大问题啊。啊，我伫窟内底放一挂肉食性个，啊，咸水窟内放龙胆，食水窟内放笋壳，甲遐拍平食掉去。啊，对，你有材料你就健康，无材料你就放出去。啊，内底就永远拢健康个。台湾虾最大的优点，当然就是说，我们的养殖环境是。相较于国外来讲，现在的污染是比较少的。那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的虾子就是在台湾生产，很快的就在台湾消费掉，不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运送。那减少了很多的碳足迹，是比较环保的，而且又有比较好的鲜度，所以这是台湾虾最大的优势。其实包括今天来示范的主厨，他也都告诉我们说，如果是要完整展现虾的美味的话，他们还是一定会选台湾本地生产的虾，他们觉得进口的品质还是比不上台湾虾来的好。主办单位希望透过产官学员的合作，希望发挥台湾科技岛的实力，以更永续环保的养殖新模式，继续在世界养虾产业发挥关键力量，也鼓励餐厅与民众多支持在地生产低碳足迹的台湾虾。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